我去过伙房的柴火间嘞，没发现什么图纸啊。 背后有人在帮咱们，是不是帮我们，还不能确定。但我们背后一定有人。怎么样，老头，玩舒坦了吗？谢谢冯长官，回去，回去咱们好好干活。那是。 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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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照这么说，只要能想办法把小猫同志、皮景顺他们从三号楼里弄出来，咱们就能离开百上关。他奶奶的，奇怪啊，这白山馆怎么还会有这么一条通道啊？如果我估计的没错，这条通道应该是最早期白文才建造白山馆时候修建的一条排水沟。根据我的观察，这条排水沟在设计上很不合理，无论是位置的选择还是角度的设计都有问题，属于建筑设计上的一个失误，后来一定是被废弃了。天长日久，出口和入口都被污泥掩盖了，没有人再知道。那咱们还真是运气啊。哎，你说早知道有这条通道，咱何必费那么大劲儿？现在我们就差最后一步了，只要能够找到从地下室通往三号楼的通道，我们就能把小猫同志救出来。好，今晚一块儿下去。冯队长，那您先歇着，啊，我回了。老涂，你说张海峰是不是也算得上一号人物？那当然算了，那在重庆，张海峰怎么说也能排得上一号啊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跟他要钱的时候，顺得有点奇怪。奇怪，哎，对啊，这以往咱们这帮兄弟跟他要钱，他总是拿他的身份压大伙，推三阻四的，这次确实有点太痛快了。你说他会不会是有什么阴谋啊？阴谋谈不上，只是我觉得，老涂，哎，你帮我想想，这两天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儿没有？奇怪的事儿？对了，那天晚上雷区爆炸嘛，哎，也就是您拉肚子那天，
等等，雷区爆炸，拉肚子。哎，快点！哎哎，冯长官好。郑小眼儿，哎，我问你，你小子最近干过什么坏事吗？没有啊，冯长官，我怎么可能干坏事呢？我每天就是我刷马桶，我认真改造。好，那我提醒提醒你。你是不是在涂长官的茶缸子里动过什么手脚啊？哎呀，
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呀，我真的不是我干的，冯长官。真不是你干的？真的不是。你数没头苍蝇的，到处乱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刚才跟三号楼几个兄弟开玩笑，不小心搞的。不小心搞？是不小心被别人给搞的吧？是不是又挨揍了？你说什么？你就不能活得爷们点吗？啊，长得白白净净，成天娘们兮兮的，你看，来收尾吧。那坟又烧火去了，着不着火烧火去了。下一次看守巡视还有2个小时，我们走。走。
徐科长，请。怎么样？
会不会做泻药了吗？涂长官，冯长官，这事儿真的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是一点都不知道，真的，我发誓，没关系，我不知道，我发誓。滚刀肉啊！哎呀，老涂，在拿给他看看。是。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吗？这个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对，真的不知道，这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。哦，不是你的，法师。陈官，是。告诉他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。这东西是在3号楼305房郑小眼的被子里搜出来的。郑小眼，冯长官，我再问你一次，是不是你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啊，是我的。这是我的。好了，陈官，你辛苦了，你回去吧。是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后边人，跟上，跟上啊！快点，跟紧了，跟紧了！小胡子，快点！快！跟上，跟上！好，跟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小胡子啊，快点，快点！小眼儿，哎，冯长官，你能告诉我它是干什么用的吗？冯长官，你看我这记性，我前两天有点咳嗽，这是我配的，治咳嗽的药，咳嗽药，咳嗽药，咳嗽药，真的是咳嗽药，真的是咳嗽药。我发誓。老涂在，架起来，架起来，哎哎哎，走，滚，冯长官，哎，别动。
半天没看郑小眼了。小眼儿，冯正宽，怎么了？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哎，小眼儿，肚子怎么了？肚子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挺好，挺好。该说了吧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冯长官，杜长官的茶，泻药，就是我放的，就是我放的。你才娘的，我整死你！那我问你。我茶碗里的泻药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我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我发誓，冯长官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儿。冯长官，嘴还挺硬。没有。老涂，在，交给你了。是。吓唬你了，来，把他手给我拿过来。小眼儿，只要你不承认，我就把你的手指头一根一根的剪下来。说，不，冯长官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。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张海峰和冯建军干的。
张海峰的秘密肯定在这个屋子里。在这个屋子里，老涂。